看，挠完痒痒一低头一看，球！哎呦，真的，找球了，找球了！出来了，他开始找了。嘿！哎呦，我说着了，找到了。没事，说这个爸爸也太坏了。哎，请。你可以的。你要有自信。你可以的。加油，走。哦。H， 加油，走。哦。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哇！快点！加油！快点！加油 ！H， 加油！哇！好狗！哟，可能这狗姐姐恨死我了，心态崩了呀！给我们嘛！哎呀，好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。哇！他太喜欢玩球了，真正的球迷呀、啊、！H。有，嗯，哈哈哈，太坏了，哈哈哈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看到你，然后就想唱《想见你》。不要这样。我们是不是第一个这样出场的？我觉得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骑摩托车，就被人载。你说被人载吗？嗯。哎，右边有花，是莲花吧？对啊，好像到了。停这边。好。哎，小心，你这样，这样把它提出来就好。好。我看一下头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啊。是这里吧？没有人呢。何老师。Hello， 何老师，没有人呢。Hello。他们会不会出门了？对啊。没有人呢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峰峰，什么？我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我没有电话。嗨，好久不见，嗨，大迪，关汉 ，hello。Hello， 嗨，你好，何老师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你知道我们怎么来的吗？我们骑摩托车来的。啊？骑摩托车。哎，请进。OK， 好。我们先把行李放进去好了。好。你可以看你晚上要睡哪张床。你睡在哪？我平时都睡这张床。那我睡你旁边。哇。我放这可以吧？可以。峰峰，嗯，这个给你的。哦，这是给我，谢谢。好的。还有一个。哇，这也是给我的吗？对啊，这个我也有一个。你看这个，
就可以，它是可以挂在包包上啊，好可爱。还有名字吗？啊，这个雪里美，这个叫 Sailor Lu， 好可爱，紫色的。你晚上睡觉会有要抱着什么玩偶的习惯？就毯，要抱毯子。我晚上睡觉可以抱着它。你这是带的什么？这个是给鹏鹏的。鹏鹏，啊？啊？怎么？听说你很喜欢这个。谢谢。我的天哪，啊，你要穿越了！哇，这厉害了！它有同款的耳机。哇塞，这太好了吧！哎呀，你看我今天给。我也是。太感人了！谢谢。不会。哇！鹏鹏，这次真的是只有你有礼物，真的，你最特别。哎，这个有一个秤哎。我想量量看，那边上啊，撞了，我不要拍。哎，那边还有，那边不要。但是哦，有看到吗？中了，胖了两个。哪鼻的？你要喝冰的咖啡吗？要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我跟你去。你不用，你不用。我想要去看看。你想去看看是吧？其实我也蛮想去看一看的。好的，好，来吧。鹏鹏就是用这个每晚都坚持唱一篇《Last Dance》。然后这是彩灯，这个是真的吗？真的哦，真的，它是一只番鸭，它永远在这个地方。它可以摸它吗？当然，但是它没有那么亲切。哦 ，OK。我是四季了，我摸过一次，生气。可以摸吗？可以摸一下吗？可以摸，可以摸。可以，哎呦。哎呦，你喜欢许光汉呀，啊？好可爱啊！老师，这个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哇，这个有点太高了，小心一点，娜比。我荡秋千比赛第一名，没有见过荡这么高的朋友。小心一点啊，别摔倒啊！你看，好厉害。吓人！哇，小心哦！好，可以了。来，我接住你，接住你。好的。然后，这边就是我们的菜园，前面也全部都是。我们要去看一眼吗？走，去看一眼。哎，有一个菠萝，呢？哎，好了。真的。来，这个是这个小东西吗？是芒果吗？进来就知道了。光汉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百香果吗？对。哇。百香果。哇塞，很，哇。啊，那里有颗熟的。哇塞，真的很厉害。对啊。何老师，黄老师，你出门了？我给大家留下了什么印象？你们出来干嘛呀？我看你们摘东西，让朋友拿个筐。结果我们就只有两三个。啊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一个菠萝。
有什么？一个菠萝，两个，一个菠萝，两个百香果。百香果，太热了，我来拿。OK 吗？好，没事，可以。小心，小心啊，脚底下啊。黄老师，我们的西瓜长得可好了。妹妹，那边有个特别大的。我们看到了。哇塞，这个大哦！低估了我们西瓜的生长能力。这个西瓜值得阖家观赏吗？值得，值得。它可能是最大的了。朋友们，给它起名叫全村的希望。但那边有一个长得最美的，看到没有？那个。大家这个好圆啊，这个。哎，真的。这个长得太好了。啊？为什么摘了？你也不能把它接回去。不行，我以为它是长，已经长出来了。西瓜，你在干嘛？这么想给它摘了？全村唯二的希望，全村现在真的只有唯一的西瓜。全村的两颗希望被拔掉一颗。全村第二个希望。光汉赶紧把它又放回去了。他放回去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，已经摘了就拿回去。西瓜们小心点儿，许光汉来了。嘿，太热了，现在本来都是花，是不是？这原来都是花，现在都是草。哎，这边又长出花来了。是的，我们家有好多玫瑰，很香的。对，好香啊。哎，可以做那个鲜花饼。哎，我去研究研究。这个花也好好看。嗯，我们家有好多很好看的花。它可以待住吗？待得住吗？不敢动，为了不让它掉。我也是，我还假装自己在夏威夷。你看我们在夏威夷。Look at you！ 啊，待在这儿都不想走，我应该改机票。